是我的失误，让你莫逃了。你是怕伤着那小子？什么？你那个弟弟？当然不是，是我学艺不精罢了。对了，宁欢欢怎么也来了？那个冒失鬼，怕是全道宗，也没人能治得了他。 黄毛虎，你该走了，你自由了，回到你的天地里去，不给任何人做奴隶。我也没法天天给你找吃的，你也没法天天保护着我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后会有期吗？就是咱们总有一天会再相见的，去吧。 姑娘长挺漂亮的，怎么跟一模混在一起？我长得不漂亲，你干嘛打我哥？什么一模？尹欢欢，你别闹了。林青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模是我抓到的，你别想跟我抢。你搞错了，什么搞错了？我亲眼看见你们一群人在追杀他，你想蒙我是不是？宁师妹，她不是一模，她是我弟林动，你想多了。 可刚才他尹欢欢，你这么横冲直撞、胡搅蛮缠，只会坏了秦一魔的大事。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呢，跟我们一起继续追查；第二，赶紧回道宗好好待着。就你们最厉害，看谁先抓到一魔，你等着。 林郎天，你还是惹上麻烦了。雷管家的事，我会跟雷家解释。林师姐自便。那你这个弟弟呢？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，我怕他。哎呀，真的怕。 Mm-hmm.